恐怖再现。又嚟，见到呢个场面咧，就并非我哋排紧《消失的女孩》，因为同时间做紧好多嘢噶嘛。呢、這个时间我要话俾大家知，我哋嘅泰国祈福旅行团又嚟啦。李玉，李友，不错。即系要讲解下我哋嘅泰国祈福开运团，11月11日至15日将会出发。抢位先，等我讲先。你好。今次咧就真系完全同以往系唔同嘅，因为所有师傅咧其实都经历咗成半年嘅时间啊，半年嘅时间，所以先至会得到嘅啫。我反思。系啦，咁咧我哋出发期提多次系11月11日至15日，5天嘅。咁今次我哋除咗去曼谷之外咧吓，仲去多个新地方，就系边啊？华欣啊，嗱，我哋揾到咧，皇宫里边嘅师傅去帮我哋做法事啊，亦都揾到一批新嘅和尚，应该系咁讲啊，唔系癫嘅，我哋从来都唔，你讲咩啊？你讲咩啊？唔系癫嘅，我哋从来都真系唔去嘅，咁所以咧，因为呢一班和尚咧，其实我都认识咗，真系睇咗半年时间，先正正式式再介绍俾大家。咁其实Facebook 我相信有朋友认识呢几位和尚啦。咩名？一个叫龙坡烫卷，咁啊当中咧就包括几个行程咧，我哋都会有呢个片俾大家睇啦。咁就会呢次唔少得嘅，就梗系一个冲圣水嘅法事啦吓。咁、除此之外吓，我哋最重要嘅就系赐福。冇错，系啦。咁除此之外，仲有灵探啊嘛，系啦，灵探啦。今次咧，我哋会去一间叫懒特庆嘅寺庙。咁懒特庆咧就系话一个招财嘅女鬼。其实是女灵啊，被修复咗于一间寺庙里面。咁而今次呢，我哋嗱，其实我哋都行少少古惑嘅路嘅，咁啊唔敢同个和尚讲话我哋做一啲灵探。咁但係今次呢，我哋会做一啲好似回向嘅仪式，而正正寺庙隔篱呢就係、是、一啲坟场嚟嘅。咁所以亦都俾大家一啲感受一下啦。好啦，总之係咁样 ,11 月11号至15号。我哋有5日4夜嘅行程，冇错啦，会去华欣加曼谷，从来未去过嘅呢啲景点，嗯，系嘛？系咪要讲约定你啊？梗系约定你啦，约定你啊！仲有报名先，系梗系你先啦，报名咧吓，大家咧就打电话去易乐旅游37499491联络徐小姐就可以噶啦，37499491，好。到时见，听阿余嘅电话喎，阿余 ，hello， 喂 ，hello， 阿文，喂，你好，听到我头先喺 Facebook 嘅呼吁系嘛？系啊，咁就第一时间交货噶啦，喂，你要唔要睇戏噶？哦，好啊，喂，正喎、啊，咁得啦。嗱，因為咧頭先我喺6:00 Facebook 咗個直播嘅時候咧，呼籲打嚟電話嘅朋友咧，可以如果你今晚預有時間啦，咁啊嚟揾我喺現場，我即刻俾2張飛你，好唔好？邊間戲院？澳海城二期 The Sky。澳海城二期 The Sky， 好嘛？好，9:30。係啦，嚟揾我啦。好，一定到。好，嗱，而家時差就去翻11:00噶啦。O K。係啊，係啊，係啊。喂，其實12:00過後添啦，而家啊，好啦，喂，點啊？嗱，咁樣嘅，聽到你話講碟仙咧，咁我已經囉囉攣㗎啦。咁啊，諗返起以前呢，就細個嗰時做記者仔嗰時呢，就將佢玩碟仙嘅。點解呢？哦，嗰時冇嘢玩㗎嘛。咁但係搵隻豉油碟又可以玩，搵個銀，搵個大銀又可以玩。簡單嘢，因為簡單嘢，總之幾個人聚埋一齊呢，就玩餐飽㗎啦。係係係。咁呢就有一次呢，咁啊幾個無聊聊咁啊攞個銀出嚟啦，咁樣就當時個 location 呢就喺萬怡大廈中環，一個喺中環，咁呢就嗰時都未拆嘅，咁就喺度玩啦，咁幾個咁就一路請來請唔到啊，咁啊後尾呢就喂好出嚟喎，即係大家出嚟玩下咁樣，就 call 嗰個靈體啦，咁啊真係喐。係。咁啊喐下咁又問佢喂你點死㗎咁樣。哇，你問一個最禁忌問題喇喎，一嚟就。一嚟就問嗰個問題。咁佢話點解我要話俾你聽呀咁樣。佢點樣講呀，點解要話俾你知係點樣講㗎？佢咪砌啲字囉，不說。哦，真係咁樣係咪，真係咁樣講。不說。即係我唔講俾你聽。係。我話喂你唔講出嚟，咁我哋點同你玩呀咁樣。咁佢就話
我是小路仔，你不要蝦我。哦，是小路仔嚟嘅，一路逐个字逐个字咁样数，即系一路指来指去，即系玩成玩成几分钟先答到个问题嘅。系，咁好啦，咁佢后尾最终玩到佢肯讲佢系俾车喺米尔大厦出边俾车车死嘅。吓，系啊，佢有咁讲，真系有咁讲，有咁讲。咁其中一个咧。就騰雞喎，嚇、嗯啊！真係咩事咁樣？咁啊幾個記者仔，咁梗係知道發生咩事啦。當年，哦，你 check 翻資料係咪意思 ？check 翻之後都 check 翻，係。咁啊，其中一個個係、哦、有一個細路過馬路嘅時候俾車撞死喎，咁樣。幾耐之前嘅事啊？七幾年啦都。但係相距你玩碟仙之時係相隔幾耐咧？兩單嘢。半年到啦，大約。好 OK， 好。嗯，咁啊撞死。撞死咗嗰陣時咧，就即係佢老母就喺嗰、那個大廈出邊咧，都喊餐飽噶啦，已經，嗯、即係好慘啊！即係個事後講翻出嚟，咁嗰個細路咧就唔肯走，哦，唔肯走，即係玩咗成半個鐘頭都唔肯走。有咩要求？冇要求，係想同我哋繼續玩落去。哦，咁其中一個咧就騰雞啦。喂，唔得嘅喎，咁样我哋要做嘢嘅喎，咁样，佢、嗯、死都唔肯走，咁、嗯、咧就佢话如果你走嘅话咧，你只系后果自负。系啊，哇，咁恐怖讲到。咁佢即刻缩手啦，一缩手只手指就损咗。点样损法咧？刮到？好似俾刀劏咁样嘅，俾俾声流血，系咁飙血。哦。咁佢一縮嗰陣時咧，咁我哋其他嗰兩個咧就指翻佢翻去先啦，即、嗯、係推翻你啊，你翻去翻屋企啦，翻屋企啦，唔好再玩啦咁樣。哦，咁啊一路推佢翻去。咁啊當時咧我自己咧就抬住一隻虎牙，即係老虎牙。哦，嗰啲聖物啦，旁身物啦。係啦，係旁身嘅，揾條繩劈斜。係。哇！咁後屘睇下，啲老虎牙都爆咗。哇！只牙嚟嘅、哦，好牙系啊，系 啊， 啊，一条裂痕喺度。哦，一路驼开有冇裂自己知噶嘛？系，嗰只虎牙就爆咗。咁劲，真系好邪好邪，即系死得冤啊！个细路。咁我想问，佢系咪最后归位噶，定系冇归噶？我哋半推半就咁咯、哦，即系佢仲喺度兜圈啊。哦，喺个胸个位嗰度咧。系咁兜圈啊！嗯嗯嗯，就指呢度又指嗰度啊，即系发晒脾气啊！系，咁我哋一推到差唔多埋到中间嘅时候，跟住推啊，真系要推啊！嗯，嗰、那个已经系喺度揿紧只手指啦。咁点算咧？最后嗱，又发生呢咁嘅事啦。啊，最后又冇事、啊，又冇事，即系几个系损咗，同埋我爆咗个虎牙之后，哦，几个都冇事发生。不過我覺得成件事即係最詭異嘅地方就係你揾翻到嗰單嘢係真係個小朋友喺出邊係撞車死咗嘅咁樣喎。係現場已即係當時玩嘅時候都有個行家話係、哦、有個細路喺出邊，不過唔好講咁多，我哋繼續問佢啦咁樣。我有人見到佢㗎啦，已經其實係做過呢單 case 啊。哦，做過呢單 case。做過呢單 case 啊！佢阿媽喺出邊喊，衰啦，可能就係講咗呢句。哦，系啊，你撩起佢嗰啲嘢，可能系。系啊，咁喂，大佬咁样，靓仔，唔知八岁啊，个靓仔八岁嘅啫，咁佢系死都唔肯走啊，咁就。咁梗系啦，可能佢有即系点讲啊，嗰种嘅怨念，咁而家请到佢上嚟嘅说话系嘛，佢唔开心。系啊，好耐冇人同佢玩噶咯，咁样。咁呢单嘢系咪你好印象深刻？一当中接触碟仙银仙呢啲嘢，最惊吓嘅单嘢咧？是最惊吓的了，即是你冇可能嗰日嗰个银嚟啫嘛，有冇可能会劏手嘅啫？系咯，唔会有嘢尖。一缩就嚟了啦。系，我缩得最迟嘅。咁以后仲敢唔敢玩？玩咯、啊，几十岁仲玩？呢个同年纪有关，就唔系同嗰样嘢嘅危险性有关系嘛？唔系呢个危险性系有的，都有噶，真系有噶，一定有噶，因为你真系挑衅佢，你真系系搵鬼嚟玩。是的是的，即是好在最后这样、啊、叫做平息了件事，即是要小心啊。不是拱他回去那下嘢啊，他一路拖住的。嗯哼。但是他兜圈就在一嘢就咁推他埋去咯。是是是。我们都怕有事的，但是最后呢几个都没事。嗯、
咁啊黏膠布啊，咁啊抌咗隻牙，咁啊當冇嘢發生咯，咁啊跟住都冇事。OK， 恐怖就是呢个网上灵异节目，是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30到凌晨1:00，喺 edmundpoon.com 现场直播嘅。咁当然你都可以咧随时下载落嚟听翻我哋嘅节目嘅，只要25蚊声音或者35蚊嘅视像月费嘅说话咧，你就随时可以 download 落嚟听落嚟睇噶啦。付款嘅方式非常简单，有最直接最快脆嘅 PayPal 啦，可以银行入数啦，亦都有支付宝，甚至乎上嚟我哋太古城仁孚大厦7楼咧都系可以嘅。想感受最真实嘅灵异世界，你别无他选。